我们讲这个十度的第四度啊，前六度是大家常听到的，布施啊、持戒、忍辱、禅定、精进、智慧、般若，般若就是智慧。人在智慧当中开了一个方便、愿、力、智。方便愿力智呢，都是这个六度的作用，大菩萨行菩萨道的作用。这个是从那个根本的智，从智度开出来的智。它的作用就是，他知道什么是贪欲，什么是嗔恚。什么是愚痴，乃至于贪嗔痴三个这个等分，等分就是三个没有偏重的，都有，但是不是特别重。要知道贪欲，知道贪欲就识，认识的识，以智慧认识。举例说吧，说我们的病，这个病是这法说的啊，不是头疼脑热的发高烧肚子痛，不是那个病，说贪欲的病，识得它病根，识得病根。那么众生这个无量劫来，对，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他们好声音，对，舌弹出好味道，身体耐接触好触，身是相处啊，这是四项，同时这个智慧道。还能分别，它是理，是事，是法，一个智的作用就知道这些个，对，这个根本智，咱们前头讲的六波罗蜜那个，般若波罗蜜那个智，那个智就是直接照根本的，破根本的。那这个字呢是作用，就是能分别，能分别，这是属于啊慈行啊，乃至向别人学习的时候能够起分辨作用。有那教化众生的方便当中的，也得有智慧啊，要知众生的根器如何，知道他过去啊什么习气最重，那个一给他说法，他就开悟了。如果不知道摸索的时候呢，那就不容易啊，就不容易。所以这个知识，知道他贪欲，知道他的嗔恚，知道他的愚痴，知道他的等分，又知道他学地的行者，一念中能知无边众生的行。所以这些问题呀、都靠智慧来分别立证。前头不讲力吗？那个力有力量，智慧有力量，在用上有力量，直到这个修行者他贪欲非常重，那给他说是对治贪欲的法，嗔恚特别重，给他学让他忍辱，不要发脾气，不要嗔恚，嗔恚啊能够把你一切的善根都烧毁掉。
这个是说它的特别突出的意思。嗯，意思重的是就像那傻子，嗯，那个意思就特别重，比一般人的都重。嗯，那学习的时候，嗯，修行者学习的时候，嗯，那你给他分辨说他过去的根基啊，学什么法好，嗯，还能知道众生啊他所作所为的，嗯，对，所作所为的不止他的心想，而且他身体所作口里所说的，嗯，这是菩萨那个智慧当中分别的善于分别众生的根，执众生的心，对，应当以神法使他能得到执一法的真实。上求的话呢，知道如来的力，知道一切的法门，知道能净自的波罗蜜。这个举点例来说啊，咱们说是好像是贪嗔痴平等的时候啊，平等就讲这个等分的时候。为什么他有特别重的呢？哦，这人烦恼重。这个烦恼包括是什么呢？这个烦恼是指根本的这欲念特别重，他为了欲念什么都忍受，什么都舍得。说这人嗔恚心很重，发脾暴躁，一暴躁他把什么都忘了，那就嗔心特别重。对，等分呢，就是贪嗔痴啊，他的在他身上来说都差不多，没有偏重的，好像贪嗔痴啊都是从欲缘呢就发作，也不特别重，而贪嗔痴都有。如果菩萨度他的时候，那就应当对着他这种的行为，给他说等分的法门。对，那他该用忏悔啊，忏悔三业啊，包括身口意三业了。特别这个大菩萨用他智慧能知道他度很多众生，或者十万八万一百万两百万的，嗯，在经上都说上亿了，都是上亿了，嗯，大菩萨在一念中都照着亿万的众生心里想什么，嗯，他应当哪一坏应当说什么法。那十法说什么法呢？就是顺着离体，顺着自性给他说法，嗯，回来给他讲四舍法，回来给他讲慈悲喜舍，嗯，对病下药的意思，嗯，知道他的病轻和重，嗯，就像我们中医吧，嗯，他来分辨你的脉搏。真有四种，望、闻、问、切。望就看你的气色，看你的相貌。嗯。问呢，叫你自己说，你感觉哪个地方不好啊？望、闻。闻，有的医生要闻闻，闻闻你的头发，闻闻你的手。这个现在很多中医不大行了，啥闻不出来。还有问，要你自己说。切呢，这大家都知道，把把脉，把把脉。望、闻、问、切，必须得问，他不问，他刚刚也没闻了。切脉是切了，不切脉怎么治病呢？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像医生似的。我们说法的时候，像那医生下药似的。咱们中国的医生啊，是讲究君臣佐使，是也是四个。哪个是主要的？本来要治你的病啊，主要的是对着啊，你三焦火太盛了，嗯，容易冒火，就三焦太盛了，嗯。
那你得不是三焦太盛了马上就下泻药，那完蛋了。所以医生会主要医生，跟佛菩菩萨度众生也是这样的。菩萨倒不用望闻问切了，看你所行的了，看你所做的了，他用智慧观察了，就知道你许根了。他不一下子说下猛药，那是下猛药对着说贪众生，把你贪就断了，那断得了？断不了的。他慢慢来，给你说一种法，让你自己去修。得知道法，知道病，知道药力，知道药力。有一个医生给人下了那个本来是要那个是那个泻药，那下一点点，他也给他下了很多，本来都用2两开，他给开1斤，那把那个别人的药铺就不敢给他抓，说这样抓去了你把这人泻死了，他说不会的，我这边泻了那边又补的了，两个这样调和了，一补一泻。就能把他病治好，少了不行，少了动不了他那个的热病。所以这个佛菩萨说法，我用这来做比喻的了。佛说法，知道痰很壮，不是也就把你断了痰多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观音菩萨示现女人身呢？含义很多菩萨示现的化身不一样的。为什么在大陆上示现女人身很慈悲，笑容满面的，谁见都欢喜。但西藏不是了，马头金刚，对，你咱放堰口那个，现恶鬼，这叫随缘化现。这因为他必须得知道病根，知道众生贪欲，知道众生嗔恚，知道愚痴哪一个偏重，这样给他说法的。那没有菩萨，我们自己学法的时候，学法上，《大藏经》里头很多部经，你自己阅藏的时候，你一看着，你感觉到这部经啊，你非常生欢喜，那就对着你的病，你过去啊许习学过这部藏经，为什么我们劝人阅藏啊？那你听一部经、两部经、三部经、五部经。找不到你自己，许习阅藏就知道了。阅藏有好的经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对。所以佛所说的法，它有主有见。说你嗔恚心很重，主的是什么呢？忍辱。那其他的呢？你除了忍辱之外，你得学般若啊，没有智慧你能引得到吗？有了智慧了，从利害关系想，从自己的需要想，从现在自己当前所处的什么环境，先得认识你的环境，又从环境想，所以这样子才能识病、知根、顺理、受法，这些叫以智慧度众生。本来华严经是什么都包罗的，什么都治的，就让我们自己读听，你自己取呀，对，那智慧都对你该哪受用有受用，能够领纳，能够接受，不是的，你好舍。我跟我们一个道友说，在家人啊，我说你供养点财舍容易啊，要舍你的烦恼不容易。他说什么不容易？我最烦恼我还贪呢，我贪烦恼啊。我说这个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烦恼了，已经就是让你舍就舍这个了，因为烦恼偏重啊。你哪是说的跟他说好话，他就冒火。
所以刚才你说的不对，实际上他这个就是他的病，就是他的病。嗯，要知道的，他现在是什么位置，他现在干的什么工作，他心里所想什么。你不能把胡子当成头发，把头发当成胡子，胡子没毛一马装，那人家女道友没的胡子，你给他剃什么呢？那不用剃，他根本就没有，他没有这个病，你给他这个药吃，那不是找病吗？这有医生给人治病，给他药，哎，是医生，你这药不对啊，我没得这个病啊，你吃了我的药不就有病了吗？本来他对这个法，他不学也可以，你叫他去学，你学不就成了病了吗？这叫什么呢？所知障，反正给他障住了，他就进不了了。你要知道什么是礼法，什么是国法。礼法和国法，礼就是心，顺着心里的。国是你做任何事儿得到效果了，不一定往大的因果上讲。好比你读这部经，你心里生欢喜，那就对了，对了。那说这部经对你来说，你能得到。我不晓得你们作为道友这感觉没有？当你将发心，或者读华严、读法华、读金刚经好，你没发心读经的时候，事情很少；还一发心读经的时候，事情非常多，没有时间读。这就叫业障了。你要印着业障，就这样来印。你不入佛门，好像无所谓，离开家在外头打工，或者到美国，或者到其他四个国，他从来没想到他爸爸妈妈。赶到出了家了，出了一两年了啊，得妄想来了，一天想回家了，想妈妈妈妈，这叫业障，这个该知道吧？对，这叫有了智慧的，你用什么方便都是懈怠懈脱的自在。没了之后，没的那个德的，那就不是了，那就是烦恼了。这人很聪明啊，人家都喜欢他，家是要出家要修道呢，是障难。这个好多没智慧看问题，那问题反倒多。因此啊，必须得学，学完了深入，深入完了呢，能知道众生的心。这个是讲的十住菩萨在修道的时候，度众生的时候，说这些话都得记住。觉悟住法，明白他的理，明白他的事，明白应当入什么法得度者，就给他说什么法。这样才能达到清净的智慧波罗蜜。佛子，菩萨入世清净波罗蜜时，圆满住波罗蜜时，不舍住波罗蜜时，住大庄严菩萨成尊，随其所念，一切众生皆为说法，令张敬业而得解脱，得度脱。法会菩萨又跟那个在会大众的菩萨说，说说菩萨要能够这样的修，十清净住波罗蜜。所以举十个，包括很多了，为什么加个住字啊？八万四千法门都能够到彼岸，都能够成佛。说这些个清净住波罗蜜，等把这些个波罗蜜圆满的时候，
到了成佛了，都圆满了。但是要利益众生，要不舍住波罗蜜，以波罗蜜来助众生，助大庄严成众。这是念法，还要随念一些众生。那有这些法门呢，用这些法门度一些众生。知法知根，对，即不失实，也不错谬，就有智慧了。对，随你所念的一些众生，就用你所证得的清净诸波罗蜜给他们说，就说这些诸波罗蜜，令他净业增长，恶业消失，就能得到度脱了。菩萨是他自己证得了清净波罗蜜，给一些众生说这种波罗蜜，让一些众生离这障碍，四理都具足了，都圆满了，圆满诸波罗蜜，相应了。咱们听到那印度瑜伽，在大陆听的说少，在美国在国际上啊，都讲究那个相应。相应就瑜伽，瑜伽并不是佛法也用，在家外道也用，很普遍。瑜伽的意思呢，就是相应了，你心跟外边境界相应了，对，你学习的时候与法相应了。因为它瑜伽的含义啊，跟咱翻的相应的含义啊，大致有一点不相应，对。所以咱发个相应，对，他瑜伽的含义还多，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再说什么法呢？就是从侧面，从反面显智慧，不是正面讲智慧。那正慧智慧的用，怎么用？堕恶道的，使他发心呢？那得大菩萨。现在咱们对着狗，对着猫，都堕到三恶道了，堕到畜生道了，哪是堕到地狱，堕到恶鬼，这是堕恶道的。堕了恶道的，他叫受苦无间，他受苦是不间断，间断。这个咱们理解不到，因为咱们以前堕过地狱啊，现在忘了，一来了就格式就迷了，不知道地狱的事儿了。畜生道，咱们看到很多畜生道，都到畜生道。你说你用人的语言跟他说，让他发现，他能懂吗？那得大菩萨，大菩萨会示现。当然牛马羊，这是堕畜生道了，也算得到。你菩萨怎么让他发心？对，这些大菩萨了，不是像咱们，咱们也有让菩萨发心，让这个恶道众生发心的。大家可能跟那个畜生道不接近。如果你接近多了，知道了，让畜生也好发心，畜生就是一样贪，马牛啊，鸡犬呐，他就贪吃。对，他身上其他享受没有，贪吃。如果你跟那个畜生道多接触，你也能让他发心，让他发善心。如果是你最初给他念佛，说见到任何畜生，哪管是蚂蚁，你蹲在那给他念，让他皈依三宝。你不要因为他不懂，他的神识上能进入。是能进入，那畜生爱吃，好马什么的了，不是拿一个馍馍呀，拿一个馍馍，拿那粮食啊，是拿那个豆饼啊、料啊给他，他来，你给他一回两回、三回四回，你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
说为什么那个养那个宠物啊，养那狗啊，说养猫啊，说教会他很多艺术。你看电视，你可能看到了，可能看到了。是不是大菩萨发心呢？我们是学着发心了，那个是众生也转化的了，转化。叫他短得道，短得道。那你养那宠物，养猫，养那狗，你天天拜佛，拜佛，那狗猫它跟着你学着拜啊，它也会拜。但是菩萨界里头，在家的菩萨啊，不准张扬狸猫猪狗，不许养宠物。这含义很深呢、啊，含义很深。因为容易犯杀盗淫妄，对，断恶道者，使他发心，有现世使他发心，有的发未来的心，在难中者令情精进呢、啊，是不是？等他好的时候，你劝他发心呢、啊，很不容易，他修道啊很懈怠，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很有经验的，他生病了，医生宣布，医生说不能治了，就是他难中了。这你叫他拜忏或者叫他念地藏功、念观佛，嚯，他可诚恳了，真做了。为啥呢？为什么？因为他在难中。要么这些道友，那等他病痛了，医生给他说他这病治不好了。你劝他拜忏呢，这时候他很精进了。对，你看我个人在外边很懈怠，到到监狱里去，哎，想修想想脱苦难呢，啊，念佛干啥都很诚心了，但是那个环境就不行了，你想拜忏念经办不到了，因为默念只能成圣号，其他的不行了。人在难中。思想想的很多，想他的好朋友啊，想他父母啊，而且想他朋友来救他呀，办不到了。唯有求佛菩萨，他能精进。多贪的众生，给他讲些个不要贪，贪不到，你用很多的辛苦付很多精神，完了还是贪不到。做生意啊，起早贪黑的呀，飞来飞去啊，做国际贸易的了，完了呢还是赔钱，命中没有。你给他讲不要贪，是你的跑不了，绝对得得到的会来的，不是你的呀，你怎么求也不行。这是佛的教导，视线无贪法，不要贪。多贪和多嗔恨的众生，你讲你不要发脾气，不要嗔恨。冤家宜解不宜结，可以把它用那个善意的把它化除，越解越深。劝他不要起嗔恨心。邪知邪见的，见神执着什么，这类众生不好得。给他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说缘起诸法，说看问题啊，这缘起诸法没有真实的，不要执着。欲界众生，叫他离贪欲，离嗔恚，离罪恶，一善法都要离开。离开就是脱离，不要去贪恋，不要去沾染。三界众生给他宣毗婆娑那，让他多修定，多修定，多修观。妙舍摩陀毗婆娑那说止观双修。
那么无杀界的众生要学智慧，不能沉浸，无杀界大多数都住在定中的，不能沉浸。杀界众生多都修观，修观慧，有知观两道。六欲入天跟人间一样的了，对，二圣之人叫他寂静行，寂静行。二圣人嘛，就劝他嘛，要多度众生，发菩提心。嗯，但二圣人呢，很少发菩提心啊。对，也让他增长智力，增长智力，他自己就知道。要不动才上没有成佛者呀，嗯，沉寂是沉寂慈耐，嗯，对，到了一定的时间，进入三大阿僧祇劫，他动了，动了，他知道这个不长的，不度众生是不可以的，嗯嗯，那大乘的呢，就说这十度法，十智力，来庄严佛果道。这里故事很多的，要讲这些十度啊，每个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都遇见很多的事儿，就是他行道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故事事儿，嗯，对，多的听的故事呢也有很多好处，对对，无着菩萨要想学弥勒菩萨学大慈，学了20年呢，在山里头就是静住20年，嗯，当然是那个修行人嘛，在山里住着，生活当中的冷暖色滑的，在山里头住着，就那很多困难呢，嗯，生活上的、身体上的很多困难的，对，嗯，完了还没修成，没修成，他退了道心的时候。要下山了，不修了，但弥勒菩萨才给他现象，这才教育他。对，他虽然是生在，无着菩萨是在印度啊，在人间，他有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人家问他答复不了，他一入定就上天了，就到了斗笠天去，到内院去了，请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告诉他了，那是大菩萨了，那他来的时候，前许因就很大的无着菩萨。嗯嗯，他跟他弟弟四亲菩萨，嗯，这故事都很长，都是形容着学智慧的，嗯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故事啊不能在这个上课常讲啊，就耽误讲正课了，可以参考看那个各个祖师的传记，嗯，印度的菩萨，中国的菩萨，嗯，特别比丘尼，看看那神尼传，那些神尼，他怎成道的？那启发自己嘛，鼓励自己。嗯，如其往昔初发心时，见无量众生堕诸恶道，大势之豪，作如是言：我当以种种法门，随其所愿。而度脱者，菩萨具足入世智慧，广能度脱一切众生。发愿，嗯，真度，真实地来度，啊，度一个算一个，一即一切，度一个也不少，度一亿个一亿人也不多，一多平等，对，这类菩萨他没有这个四相上分别了，嗯。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咱们要回到华严经以前的这个实信满了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嗯，他看见慧眼观察了无量众生渡到哪道里去了，嗯，大狮子吼就是说法的音声，嗯，狮子吼把他的业障给他消除，做入世言发愿了，发愿，发什么愿呢？
我当以种种法门，众生有那么多吗？总那么多类吗？嗯，那哪一法合适，就对他说哪一法，随其所愿而度脱之。但是得有智慧啊，上头讲修的十度，十度，发了菩提心，修了十波罗蜜，这度众生有智慧了，嗯，广度一些众生。法会菩萨劝着与会大众，再使他一切众生都发菩提心。佛子啊，菩萨具足入世之慧，令三宝总永不断绝。所以者何呢？菩萨摩诃萨教诸众生发菩提心，是故能令佛种不断。说菩萨发了菩提心了，有了智慧了，具足智慧了，想使佛化生三宝的种子代代相承，永远不断绝。要这样做，所以结合就是有时候争取的意思，有时候是相续的意思。嗯，相续的就是不断，怎么样才能不断？所以结合，不断的方法就是叫菩萨摩诃萨，菩萨中大菩萨，叫一些众生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菩提种子了，发了菩提心。一定能成就菩提果，这个才能佛种不断呢，不然怎么会不断呢？嗯，常为众生开禅法藏，演说佛所教授的教法，这能令佛种不断。这在人天当中，又没有说法的，法种就断了，佛种就断了。哪一法没人说，哪一法就断了。说一切法都没人说，一切法都断了。要发菩提心呐，发菩提表现是什么呢？要说法度众生，一个是令佛种不断，一个是报佛恩。等经上说报恩呐，报佛恩呐，报佛恩就说法，就演说法，能力是佛种不断。经常开禅法藏，讲佛所有的一切教授，这样子呢，尝试说法，法就不断了。哪一法没人说，哪法就断了。善此教法，无所乖违，把所有教授的法常识善此，入世教授众生。不乖，不乖错，不违背佛意，这个能令法种不断，法种常相续。有人也说，发菩提心成，行菩萨道，证菩提果，要有成佛者，佛种不断，常是演说教法，法种不断，又能善持教法，无所乖违。是令生种不断，佛法中三宝就不断了。完了，以下十大愿，依次悉成赞一切大愿，赞叹，要发愿，赞叹发愿者必定能成就，发愿成佛，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要证得菩提果了，是故令佛种不断，演说因缘之法门，令法种不断。因缘法，因缘法主要说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的次第，知道因缘，因能生起，缘能助长，因缘，无一事没有因缘的。佛说的法，佛所说一切教法是性空的，
体性是空的，所以说一切法入梦幻泡影是建立在性的体上，钻石里存里是空的，但是要有缘来储成，才使得法空里能够真正的成立。若没有因缘法，空里不能成立，众生不能得知。叫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但是这个空啊，一名宗道义，一名为假名，有时候是宗道义。因缘所生法的，不是真实的。说入梦幻泡影，但是这里头它能显真实，能成立真实。缘起的住法，它的体现是性空的，因为性空的才能成就缘起。这里来演说，才连法种不断，有三宝的种子，说法的种子永远不断。因缘永远是入世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都把一切佛所说的教法呀都包括完了的，包括完了的，就是四个字就行了。我经常遇到像在新加坡呀，在那个新西兰呐、奥克兰呐，他叫他们就他不请你讲哪部经啊，他就讲叫你讲性空缘起。那在这个可以引证，从他的生活，从他的所处的国度的环境，这就是缘起。完了，这个缘起怎么能入佛所教授的法门，入佛门？这就性空。因为从缘起法悟到性空了，也渐渐入道了，就是成就了。你成道的过程之中啊，求思啊，伴有啊，读经，这都叫缘起，都叫缘起。但是这个有的修缘起法呢，就是认得缘起是性空的，缘起住法无自性。没有自信，没自信是假的，而假的能显真的，没有假的怎么有真的呢？就相对法，有缘起才能想性空，性空才能成就缘起，令生种不断，常识智上修行，修六合，身口意佛法僧，大家同时学的戒，戒和合的，大家相处的时候，说话、语言、身体所作、心里所想，要和合，所说的戒，所说的法，应当做结摩法，分派生物时候不要起争执，这样子大家才能够互相是生种不断。常识这样修习才能得到成就，不是你一下子一修就成了，这个善根还没有，有这个善根的一闻法就开悟，开悟就修道，修道就成道，像善财童子似的一身成就了。佛色与众生田中下佛种子，众生田中下佛种子，现在我们都在众生的田中，让这个众生的田能够长出来佛的种子。咱们都普贤合愿品，你从灌溉
菩提树，对，菩提荫，菩提树就是成佛的荫，你灌溉它，培育它，修行，让它结菩提果，就成佛了。这也是用佛种不断，能量佛种不断，护持正法生命，护持正法呀，不舍生命的来护持法，违法妄取，能令法种不断，使法呀不断绝，常时住生的，同理大众无有疲厌，见事难生，见事难生啊，没有个庙，没有个修行道场，大家怎么能安住共修呢？见事难生的，完了时候，难事都有统领的，领导修道，不生疲倦，这才能令生种不断。佛色与去来尽，佛所说之法，所至之见，皆行奉此心不舍离，是故能令佛法生宗永不断绝。这个里头还得发一个愿，现在处于末世，佛都发这个大愿，令三宝种子不断不断。但是现在佛又说正法相法末法，什么叫末法呢？现在成佛的没有，现在咱们这个世界就没有，对，就是佛种就断了，法说法者很少。我正记到一首诗，这个在那个三武灭佛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那时候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是三千佛子下江南呢，八百罗汉吼秦川，这看着很盛的吧。在下两句是要得佛法重相见呢，但当弥勒在现前，就是那时候就说是在那个忌讳的大道场当中，那时候长南的和尚将近30万呢，别人跟国王进言说这和尚又无家无业的，他什么都没顾虑，他要造起反来，你非失败不可。那就把皇上吓着了，那就把和尚都撵了，就有这么首诗了。但是这个是说的佛种不断的大乘教法当中，不是现象。佛种有断的时候呢，没有断的时候，在地狱也没有断的时候。现在你不信三宝，你不恭敬三宝，待你分钟就断了，那就叫断。从你心里发心起，你要去那么做，那就不断。法讲的是分别，从四相分别，正法、相法、末法。佛在世时候，说正法500年。相法500年，就是有正果的，有成道的；相法时候呢，有学法的，没有成道的，少了；末法呢，都没有了，没有说者了，也没有学者了，也没有正德者了，但更没有了，那不入于断绝了吗？讲到咱们佛法断的时候，佛的预言。什么经论都没有了，你打开经本啊，没有文字，对，自然断了，要断了，断了时候，
断了时候，弥勒菩萨又来了，又重新又来了。对，所以断不断是要世间法随四相而说的。咱法性，咱们讲嘛，法性每个众生的所具足的佛的种性。你具足佛种性，你堕落到什么时候，堕落多少亿万年多少，你这个佛种永远不会断。你要发挖出来，你再一发心，他就又活了，又活了。你就这样。老师说菩提树不死，这是形容词啊，这是希望啊，可能吗？对。说那佛也示现入涅槃，佛叫示现入涅槃，涅槃就翻着不生不灭。对，所以说佛释迦牟尼佛还在世。对，法在佛就在，还有相啊，还有相。对，这叫佛在相在世，就佛在世，法有就法在世，还有生且生有，佛法生三宝，还是在世。人间没有了，天上还有；天上也没有了，他方世界还有。是吧？永远不断，就个人的每个人的发心，你向前发愿修善，乃至愿一切众生都行善，没有呢，叫大愿，就叫顺善的愿。人发心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个愿呢，这个大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这得有智慧，智慧显示的就是妙理。妙理就是心性，就是金刚种子。现在我们读华严、诵华严、学华严，这个种子啊，它要生现行的。就是一定能成佛。发菩提心，就大愿、大悲、大智。这三种永远离不开的，永远离不开的。完了之后要分别着教理行果。果是正的，有分着教理行正。这些个你经常使它不断。发菩提心，我要利益众生，就是具足了大悲大愿大智。有智慧的才发菩提心，我要行大悲大愿。这个就是你金刚种子，成佛种子。经常学教义，也向别人供养，别人以法供养，教令他不断。凡是教理都是讲因缘的，讲因缘的。因缘义使得道理不断不断。这六合义呀，我们把它单说一说啊。现在我们大众共同学习，都持戒，都持戒。菩萨呢，他证的实相理了，他知道没什么犯戒，也没有持戒，罪不可得，没有罪可言的。但是为了难离众生，难离众生，这是实相理呀。事项上不行啊，事项使得进步快点成就，戒是方便，戒不是真实，戒是方便，以戒这个方便，大家共在共同共在一起，对，都得持戒，不持戒的就不能共住，这个众生才同持一个行这个善业，就持戒，大家都不犯。
大家共同的学戒持戒，嗯，对，互相尊敬，尊敬，以戒为师，佛不在世了，就以戒为师，戒就是佛。说你看问题，说你的看问题啊，就是你知见的见，你认识问题，看问题，都有知见的，每人都有知见，但是你知见一定难立在实相，难立在性体上，这叫政治政见。以佛的教授，佛的知见为知见，大家拿入一个知见，没有乖争，又不吵闹，分别警戒看一些问题，以佛的智慧，就咱们讲般若字，讲十字，咱们上来讲十字，实至圆明，对，见合同解，大家看问题呀，大家同是一样的解释，一样的看法，第三种呢，就同行，好比我们上殿一起上殿，过堂一时共天，同行，同时入室，这叫什么呢？佛所教授的正行，正行，以这个功德，来借鉴行，咱们的身体要慈悲，注意无缘大慈，同等大悲呀。跟一些道友们，对，同时修身，修我们这个身体，以慈悲为我们的善根力，身和大家同在一块儿坐，口和呢无争，不要吵嘴，不要闹架，完了意和呢同改，同改就是。改世的改，解脱的解，同达到解脱。对，借鉴行的身口意，这样子把它有六合的解释。对，因为很多人住在一起，没有规矩是不行的了。对，但是现在的时代，不是挂在印度的时代了，也不是我们唐宋元明那个时代了。现在我们是现实的生活，现在的法律，现在国家的法律，世界的秩序都不同了。随顺世间，不违世间，要是随顺世间法，这是佛所教授我们的。如果佛所制的戒律跟这个世间法、国家法律有违背、有抵触，那佛说你放弃戒律，随顺世间法。不算犯戒，就不算犯戒。菩萨如是少龙三宝，一切所现无有过失。要这样的来少龙三宝呢，就没有过失了。随有所作，皆以回向写自门，把你所做的任何事儿，回向我应当开大智慧。你所做的善举，回向，身口意回向，回向什么呢？开智慧，有了智慧了，你要得到解脱了，解脱的人才有智慧，束缚的人没有智慧，自己束缚自己，使你身口意三业没有过患。你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善业，教化众生的时候随他所应，就应机说法，不要有错误，依佛的教导转化众生，所以一念都没有错谬，也不依着佛法就有错谬了，即与方便的智慧相应，十度当中的方便慧，就叫善巧方便慧。
都达到象写字无孔过者。咱们讲空嘛，学那么多智慧，智慧就是空，智慧就是光明。大家能在智慧上有个什么实体吗？智慧是什么样子？是用光明来形容，佛都用光明来形容，就智慧就表示光明，光明就是破除黑暗，没有智慧就有无明术法，无明就是不明了，有了智慧就是光明了，就是破除黑暗，四现光明，就有智慧者。菩萨入世的修习善法，念念具足十种庄严，庄严还有十种啊。身庄严，随着众生所应调伏而实现过。什么叫身体庄严呢？调伏身现。然后假如我的身口业，说那人呢，很庄严。然后我们说持戒很谨严，很规矩。不是挂璎珞珠宝叫庄严啊，庄严。以戒为师，以调伏，调伏一些烦恼，这叫身体庄严，不是相貌长得好丑，也不是带些珠宝，不是这个意思啊。语庄严，断一切疑，从不怀疑，比如随顺法界，随顺一真法界而升起的一些念。念念皆庄严，意思就是欢喜，欢喜就是庄严。那天我说站着看道友往来，有些道友愁眉苦脸的，那就不庄严了，心里头好像好多的事儿解不开那样子。尘与众行于外，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啊，对，出了家了之后了，什么放不下？那这个身体都是假的嘛，他死随时死吧，死了我就卸脱了。你当时得修这样惯相，啊，身体有死，啊，死了就好了。我活着很不舒服，但是那个死的可能自然呐，坐得着，而身庄严。语庄严的时候呢，所有言语都使人家欢喜，不要说让人家烦恼的话。断一些疑，对什么都不要产生怀疑啊！怀疑是一个烦恼当中的，他很惹是生非。本来没事儿，你一怀疑，麻烦了，事儿就多了。或者一屋住个三四个道友，那三个人单撇开你，人家三个人在那儿说话去了，就不跟你说，啊，你就怀疑了，啊，他们要整我，或者他们要害我，那就想法要报复了，完了，你根本不怀疑，没有事儿，说看见任何事儿不要生怀疑，疑惑，疑呀就是惑，惑呀就是不明白，不明白就是不解脱。贪嗔痴慢疑，这个慢疑呀，跟那个贪嗔痴一样的。身与心，这说是妄心，咱把它翻成妄成真。庄严，庄严，心庄严，一念中入住三昧，一念入正定。佛刹庄严，一切清净离诸烦恼。佛刹就是佛的果度，就是刹度，觉悟的刹，觉悟刹土的庄严，清净离烦恼，没烦恼。
师母的烦恼看成佛刹不庄严，不是佛刹不庄严，是你的烦恼是佛刹不庄严。对，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咱们叫有时候经常说五浊哪吒，五浊哪吒，那不是佛刹不庄严了吗？五浊哪吒怎么成的？是众生烦恼，众生的烦恼。那么文殊师利菩萨跟阿难说，阿难说是看见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呀，说佛你在阴地当中啊，身口意都不清净，为什么像这个世界这么样不清净？文殊菩萨就纠正他说：“你说的不对啊，我看见佛土清净的。”就是你的见，你的烦恼，在这个时候，佛用竹子点大地，这大地变得清净庄严了。是众生心，众生心，一切清净离开烦恼，佛刹清净。说你现在清净，你没烦恼了，世界也清净了，光明庄严。放无边光普照众生光，这只是佛说的啊。你发了菩提心，你的菩提心光、心光、菩提光照耀着，这国度就是庄严的了。神通庄严，随着众生心所实现的神通。这个神通啊，我们每个人都具足的，都有很深神通啊。当你不懈怠了，你懈怠了，生了毛病了，就不庄严了，神通没有了，失掉了。大家可以比比啊，当你那个身心健康的时候，身心健康的时候，你感觉很自在的，你手能拿些东西，能做一些事儿。现在你照这个照那个各种的技术啊，各种技术照出来，那就是他的神通。你做不出来，你没有神通。神就是你的心，通就是慧，你的心产生一种智慧，就叫神通。神明天心就是自然的心，通明慧性就是开了悟了，心性所起的作用就叫神通。随众生心应以何神得着，就四现何神，说佛是自在无奈。正教庄严，正教就是教授的方式方法，能可是众生误解，能开他的智慧，这叫正教，能摄受一切聪慧的人。涅槃地庄严就是成佛道。这个就不容易了，这你成道，你成了佛了才能庄严。巧说庄严，随处随时随地随着众生种种根基给他说法。菩萨成就入世庄严，与念念中的身口意皆无空过呀。菩萨的身体所表现，口里所说的，心里所做的意念，都是成就众生。说菩萨成就入世庄严，与念念中的身口意业无空过者，干什么呢？念念都在度众生，念念的回向一切佛的法门。如果是你一天现在能够用着十次吧，十次念什么？念普贤恒愿品，不是念全文啊，
一天念十字那就很长了，随时你也想起来，那是一经礼祝福，到十者普皆回向。你把这自己编一个次第，佛法生三宝，一经礼祝福，二者成战如来，三者广行供养，这是佛宝。礼战礼佛战佛供养佛，不是你去做啊，心里念心念啊，完了忏悔业障，完了随喜随喜人家做好事的功德，完了请佛说法请佛注释，这都是你心里的所做的作业，供养三宝完了就忏悔自己的业障，跟三宝做对比。忏悔业障了，享受别人的功德，就随意赞叹别人的功德。完这回来，请佛长转法轮，请佛长久注释。转法轮注释做什么？度众生啊。是常随顺众生，随顺随顺众生，完了时候就发大愿回向，大悲度众生，那天念着嘛，如果不到十次三次也可以了，完了恒顺众生，完了有长时让一切众生都成佛，回向的时候回向一些众生都成佛，任何时候随时随地都要回向，你常时念这个十大愿望，感到你的到你临命终时候啊，普贤恒愿现前了，就是恒愿现前了，引你到极乐世界去，这叫智慧。这跟智慧有什么关系？没有智慧的人，你一天不做这个事儿，你心里去想别的去了。反正说修行修行，这就是修心的了，这最大的修行了，没有修行能超过十大愿望的。对，咱们最后要讲，恐怕要讲普贤恒愿品，要讲的时间要长一点，对，最后讲普贤恒愿品，就是第三义，第一义是净义的华严六十卷，第二义的华严八十卷，现在咱们讲这个，第三义四十卷就是专门一品普贤恒愿，叫四十卷，因此呢，这叫回向一些自门。那里头十大愿望里头什么都包括了，什么都包括了，你修净土也好，你修智慧禅定也好，这般若门嘛，咱讲了十般若了，十就开始一百，一百再开始就是一千，从穷无尽的智慧是从穷无尽的，这样就是修行，这个行啊，可是修你的心，把你的心跟普贤菩萨相吻合了，相契合了。要有众生见此菩萨，当复以知无复空过者，以必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定能成佛，必定能成佛。要文明，要供养，要同住，要意念，要随着出家，要闻佛法，要随喜善根，要遥声亲见，乃至称扬赞叹名字，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子啊，譬如有药，名曰善见。众生见者，诸毒悉除。菩萨入世成就持法，众生要见，
诸烦恼都悉皆除灭，散发正章。这个文字很清楚的，一看就都懂了。佛与菩萨就是利益众生的，他们的事业就是利益众生的。你听到闻到佛的名字，闻到这些菩萨的名字，乃至闻到法会，闻到无量的十方诸佛法会，佛都叫法会。你都成就了，绝不空过。现在你闻到了，闻到了就得意了，这个种子种下去了。这就是我们所修的，就入世修。佛子菩萨摩诃萨住于此法中，勤加修习啊，以智慧名灭诸痴难。法会菩萨就是嘱咐们，就我们这未来的菩萨，我们都是菩萨。要住在这个法里头，勤加修习；住在智慧里头来修习智慧，还不开智慧吗？是吧？以智慧的名，把我们那些黑难呐、烦恼啊、习气呀、都把它消灭掉了。以慈悲心摧伏魔尽，冤敌。冤敌就是我们那些个对我们不高兴的人，就是我们的冤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你相好的也不少，不相好的，你看不上的，他对你有意见的，硬核都有，那都叫冤敌。因为你慈悲心，慈悲的力量，慈悲的心，慈悲的言语，慈悲的行为，念念把无量劫的冤敌，就是我们仇人吧，我把他都变成了我的眷属，法眷属，让他都信佛，冤敌不就没有了吗？对吧？以智慧来莫黑难呢，莫慈难；以慈悲来摧伏魔君呢，以大智慧跟福德力制服一些外道。以金刚定灭除一切心垢烦恼，以定力除烦恼，以精进力集结一些善根，以净佛国土助善根力，远离一切恶道助难，什么苦难都没有了，再不堕三恶道了。净佛国土那力量就大了。以无着力，就是不执着，什么都不执着，这叫静自警戒。有智慧的才不执着，没执着的他就执着了。那我们做一些事儿，方便善巧坏，你有智慧啊，你做一些事都能成就，就是你打的主意，你起的心念，因为你有智慧，都能圆满成就。没有智慧啊，那就糟糕了，那束缚了，不但卸脱不了，还把自己束缚起了。以无着力静自警戒，什么都不执着，什么环境什么警戒相都清净了。以方便智慧力除上一些诸佛菩萨诸地波罗蜜，以方便智慧力除上一些菩萨诸地诸波罗蜜，集住三昧六通三明四无所谓，悉令清净，都清净了还不成佛了？究竟成就佛果了？一切善法力，盛满一些诸佛净土，就是庄严佛果道，成就一些诸佛清净果道。无边的相好，这是净佛果道是的。环境啊，这医报啊，还有正报呢，
正报嘛，无边的相好，身、语、心，就是三业，都是具足庄严的。因为你无量劫来修行善法的力量，所以使你的一切的身口意三业都成了平等平等的，成就庄严了。一字的自在庄严观察力，用智慧观察一些诸法，观察一些诸佛菩萨，知道一切诸如来的实力是无所谓，不共的十八不共佛法都是平等平等的。以广大的智慧力了知一切自自境界，你这也成就佛果了。因为以你的大智慧力能跟一切自自一切诸佛以诸佛所有境界相你都具足了，你也得到了，这不成佛了。以往昔的誓愿力，那你修到成佛的时候，往昔发了很多的誓愿力，随所应化教化众生了，现佛果道，然后自己庄严佛果道，转大法轮，在你果道里头都是你所度的，都是你所教化的，度脱无量无边众生。佛子啊，菩萨摩诃萨勤修此法，四地成就诸菩萨行，乃至得与诸佛平等。那他自己也成就佛了。所有因地所行菩萨道，究竟成就了佛果了。所修的智慧行都次第的修因而得到果，达到究竟了。与无边誓世界尊为大法师护持正法，一切诸佛知所护念，修行这个法的大菩萨，虽然是没有说的正式成佛，与佛平等了，能够在无边世界中做大法师，护持正法，守护开眼呢，护持如来的教义，这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守护受持广大法藏，怀无奈变，深入法门。变才无奈，深入法门嘛，就是深入诸法之实业。以下明天再讲吧。